放这的，男生也不是放这的。谁音速要那么多干嘛？他是从那个吧铁锯那边拿回来的吧？要嗨一下，我就跟你讲说那个整个，太嗨，骨肉也不要放这好了。牛奶桶，那边是稍微牛奶桶就把牛奶喝掉就好了。好，我身上还有一个藏宝图没有开过耶，我也是哎，那边有点远了哎，扔了吧。对啊，我扔了吧，估计也是一些垃圾。去换腐肉。干嘛？我忽然发现福仙的账号根本就是人头账户，就负责在那边一直挂着，就那外挂啊，洗币用的。哎、欸，说到这个福仙的账号，是不是重开之后忘了把它登录了？哇，不用啦，登录一下。叶妹在发神经呢、欸，叶妹在转呢、欸，哦。福建已经122等了，哇！122等，要大声。见老公没有啊？就买币卖币的卖家都会用一个在那边刷。我可以把三组半砖拿去烧吗？可啊，卡在上面，实在是看得太不爽了。你为什么盖那么多半砖啊？屋顶吗？他就 ESC， 他就 Shift 按下去哦。哎呀，砖头半砖吗？对啊，木头吧？不是啊，是那个橡木，黑橡木。哦，我很抱歉，不是太嗨了。你因素吸很多，吸太多。哎，换人被排挤了、欸，哎。鱼吗？对啊，换了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！我的箭矢也被吸进去了。被什么吸进去啊？自动分类的。也太多，很多人啊！嘿嘿，其实很多人玩啊。怎么会是？哦，
黄黄丑丑的，看起来好像木头。大家都挤在角落耶，好奇怪哦。哦，对啊，刚不要去买那种圆形的。啊？什么圆形的？就是那种不是有圆弧那个什么圆形的鱼缸吗？嗯。你会找不到角落休息，会累死。哈，鱼会累死？会啊。这么酷。好闪哦！自建师哎、欸，自建师那个拿煤炭去洗，看看能不能洗出超级宝剑。哪个剑？剑石的剑还是？哦，剑石哦。剑石哦，那个是废物。真的吗？那个之后如果有要用那个有经验修补的弓的话，就可以找他要剑，就不用做那个祭塔了。怪物塔吗？对啊。可是我们后面如果需要线呢、啊，要有的没的，那还是很棒、啊。线钓鱼的，我们这边还是超多哎、欸。哦，对。对啊。不是说不钓了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浮线的照还是会摆在那边钓啊。我们不钓，自然有人去钓。我打雷了，打雷了，打雷了！哦哦哦！我要换雷，我要换雷！耶、yeah, ，苦力怕！来来来，苦力怕！不要炸到我们家哦！对，我到远一点地方去。要做干事。哎、欸，有打雷吗？有啦。刚刚有。有听到雷打下来的声音吗？我有听到雷打的声音，但是来看看会不会打雷。我要去把那个。哦，酷！可是威力没有很强啊，可是听起来很强啊。哦，强吗？好震撼的。哦，还会起火哎、欸。哦，不然来这边把铁挖干净、欸。如果我拿那个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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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想射吗？可恶，反正它会变成骷髅吗？我直接不会啊，没有听到啊，没有啊。嗨，有听到了。我们刚刚去冒险，你晚了一步。你可以跟我们去打凋零。我刚到家，我现在农民营里面。哦。哦，今天你的声音怎么忽然这么大？是吗？对啊。前几天声音都小小的。哦，我在开台哦。哦，有了苦力怕，有苦力怕。对，我在开台。喂。你举盾啊，给他抱举盾啊。可是那个像僵尸爆不死，僵尸爆一次不会死。哦。啊！死啦！有我。哎、欸、死嘞、欸！哎、欸、有头哎、欸、送。又骗人了哎、欸！你真的要想办法填坑哦。对啊，看起来超不舒服的。对。你至少让他最上层是。哎、欸，是叶妹，是叶妹，我要拿那个电电妹。哎呦，没了，掉了，没关系，还有机会。掉一些机会没。嘎啦嘎啦！哦，苦力怕，长大吧，苦力怕。哦，等一下，你这个雷劈下去声音不太一样。对啊。苦力怕，哎、欸，你去扎苦力怕的头颅，你可以附在那个旗帜上面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嗯。啊！那我们要到，哎、欸，普通的苦力怕。对。好。小心不要，很难呢。我要让他引在坐在一起。来，过来 ，Hello，Hello， 哎 Hello ，啊，不，啊，你失败了。哦，哎，怎么底下有个船呢、啊？我刚想帮你呀、啊，结果你突然要切西瓜了。哦不，再到远一点地方去找苦力怕。干嘛？这样子你的坑就可以不用填了。苦力怕，我会去检查的。烦啊，都是小僵尸啊！我们有快三组的海绵呢、欸，怎么这么神呢、啊？话说我们为什么泥土这些要放海绵？因为我们泥土已经来了来了来了，整整两箱。哎呀，这是六妹叶妹留给我。
为什么有这么多黑橡木栅栏门啊？因为你的城市塔需要栅栏门。哦。可是我觉得用栅栏比它好用，你放栅栏门上去，你要再开一次。我是跟我爸马虎，不立怕呢，在我这啊。所以胡子以为自己做的是栅栏，其实他做的是栅栏门。没有，是要栅栏门啊。可是栅栏门你放上去要再开一次吗？找得到吗？大附近哦，我来牵你来引过来。要让虎力怕去炸到虎力怕好难哦。可以，我去拍他吸引他，不然就是要电村民吗？想骗？不会啊。啊啊啊！啊啊啊我没有啊！哎、欸，我射到了，射到了，射到了。过来，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怎么没有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你来我这里，来我这儿。后面，后面哦。好了，他上船了，他上两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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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我这边，你来我这边举盾，他现在目光是我。你来我这边举盾，然后你给他爆，给他爆，给他爆。啊！有吗？有有有有有！有哎、欸，你不立怕头颅？底下熔岩哎、欸，好危险哦，差点就要没了、欸。啊！就爆完直接落地。啊，好，太棒了！耶、yeah, ，现在还有在雷雨吗？还有。有还是雷雨？大乌龙马吧。哎，有僵尸村民，僵尸村民的头颅我还没有，不会有，不会有，他不会有。有, 有头颅的只有僵尸、枯弓、苦力怕、凋零骷髅跟龙头。龙头。龙头只有一个。龙头它会贴在那个飞船上面。飞船？什么飞船？就中介层之后的飞船。有很多个吗？四五艘会出现一个，四五艘会出现一个。那鱼竿群的话，应该一艘会想打我脸是吗？一艘船就有四五个，是不是？它会贴在船的那个前面，最前面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对面。还没去过什么终结城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哎、欸，你拿你打雷电在猪身上。啊，有小彩蛋！哎、欸，怎么变僵尸出人？好多好多好多！哎，好多好多好多！你是没有船了、啊。哎、欸，刚刚那个没有拿过来，但我在那边绕圈圈，应该是爆了。檀木头拿一个那个。好啊。啊嗯，我看一下哦，这里，哎、欸，做两只了，哎、欸，高压苦力怕在这儿啊，那我直接来这边举盾就好了哈、哦。OK， 哎、欸，干，我怎么在啃苦力？哎、欸，孩子，有吗？有吗？没有，我不，我不，你这边要补好哦，因为好丑。Yeah.哦不，我知道雷达。哎、欸，刚刚苦力怕的威力好强哦。强啊，我就说三四倍啊。好强的。哎、欸，狼我就不知道了、啊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啊，刚刚苦力怕的头可以干嘛？没有，刚刚苦力怕的头你可以放旗帜上面。哦。有一个苦力怕的脸。这么高。然后如果你拿来做烟火的话，你飞上去炸出来的那个图案是苦力怕的脸。哦，有苦力怕吗？有啊，
了。好，去打。变身。秘密的。哎、欸，我看到，看到，看到了。哎、欸，他坐上去了，他坐上去了，坐上去了。我把这只引过来。你怎么这么轻易就放弃了嘞？你这样不行啊！现在年轻人真的是。啊！哦。耶！哎，没炸死哎、欸！哇塞！但是口令炮没有被炸死哎、欸！哇！还是我刚把白马看成骷髅马。我在领一只高压苦力牌炸了刚才那只苦力牌。拍谁？有，都没有苦力牌啦。地表附近都没有苦力怕了。哦，好像没有雷了哦。哦不，没雷了，哦不。好吧。你射出去还射得出去吗？没有，我射得出去啊，但是已经没有打雷了。对啊。好吧，那只苦力怕我们就把封印在下面。那就是说，谁呀、啊？把木船放在这边。哦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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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恶！打死他吗？炸开了！你还不打死他，打死你哦！不是，啊！我刚来。哎、欸，来，我来补刀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样子补起来，底下会有石块，我再去擦。啊，火把。哦，那我要回家去拿东西。要拿什么？火把。火把。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我火把有、欸，哎，我有火把。嗯，明天社群日。哦，对啊。诶、欸。谁的？宝贝龙吗？宝贝龙。哦。那应该是一定是睡过头了。宝贝龙，弟弟的宝贝龙，哎、欸，龙系最强。一定要来一些、啊。对啊。不是龙系最强，系第二强。快龙还高，哈、啊、哈，好用。快龙吗？不是年美鹿龙比较强吗？还没开啊，不跟我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我说来，我明天要去上课呢。你要上什么课？哦，对，礼拜六。啊哦，那我该去睡。舍不得。不行啊，要睡了，要睡了，要睡了。这边的洞就等我回来下，回来再补。啊。好，那我关台啦。耶、yeah, 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记得冰敷。